上有空吗？要不要来看我们女子篮球赛？啊，可以啊，但是你不用加上女子这个单词，篮球就可以。不行啊，只不打篮球，你要讲女子。可是听起来带有性别歧视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舞蹈家，我们不会说女的舞蹈家。对，那是因为舞蹈家通常是女生在当。那女强人呢？强人通常不是女的吗？子己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女强人一定要加上女字，是因为在社会眼中，女人的原本的地位是比较低的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现代的女人已经达到了平等吧？她们的社会地位比19世纪变得高。还没吧？重男轻女观念处处可见。我们讲的话应该体现我们盼望的世界吧？但因为我们讲究平等，我们先要提到女生的优点。我同意，我看到你的优点好多，跟男生一样厉害。那你会叫我女强人吗？不会吧，有的女生不喜欢被叫女强人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是很好，代表他们是很厉害的。很好是很好，但是很多人觉得女强人没有追求他们的幸福。争取权利不会是他们的幸福吧？男人能做的，女人也能做得到。对呀，那如果你是 CEO， 有了小孩，这样没办法继续 CEO。勉强所有的女人又当 CEO 又当妈妈，这样不公平。可是 CEO 通常没有生小孩，所以没关系。因为他们太忙了吧？我想很多男人不太喜欢女强人。难怪我没有男朋友。因为你太棒了吧？没有人会想娶我这个女强人。哎，其实跟女强人在一起听起来蛮不错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好想跟女强人在一起，特别是这位女强人。那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先当男朋友可以吗？哦，还行。太好了。老实说，我好讨厌那种买花写情书的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不信那样的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